早以前我是查甫啦，其他查甫拢坐伫遐外座位，坐我地板去。啊，脚骨遐喊嘞喊嘞，哎呦，哥仔是小生来咯，是安尼甲我敲呢。啊，结果是，我唔知要安怎应，结果是阿姨啊，伊啊跳出来。嗯，啊，哥仔是怎样？哦，诶，这迄阵一粒卖几元十？哇！好，你才不会当真，你足干的呢，你对家己安排无吃好个。哎，都有他穿个足水。哎呦，哎，准备过来你也袂听我。气甲皮蹦讲，那个是谁啊？一直都做错。啊，我都唔知讲哪里买的，你知道吗？知啊。那个人，我跟你讲哦，猪怎么死的？怎么死？你知道吗？老公，下面猪，不想看他下面，他是电话唔开。重天，哎呦，平常哦，啊，拢规间拢查甫的，真够少。今日的来宾哦，无查某的啦，拢查甫的啦。啊，拢像个新奇阿伯伯、赵三官，唔捌食的人的人，你就当作你唔捌看过歌戏。那这个丫鬟，你听讲你哦，古早当要开始演歌戏的时阵，观众看你嘛真没关系，敢唔是？唔是没关系，下回来甲阿妈，因为我台语未晓讲啊，啊台语未晓讲。讲安尼，跳跳吐吐安尼，腔都重的呀。啊，观众就下辈来讲，你回去演国语的啦，你卖来做国语，来来破坏国语。啊，佫有啦，我也靠无手了，人感觉讲怪怪啦。为什么怪怪嘞？因为，比如讲，他都要毕业时哈，一般的国语，不管是有是不是有受过迄个主战拍卡中底啦，因的手较自由，关节哈，啊手爱放在底哈，拢真自由。你会较惊戏啦，惊戏是。因比因较敢较随性，较随性，啊你会较惊戏咯，安尼较。因为我以后惊戏的规定是讲，手人讲出去到底都到底，袂使讲关节袂使，一百摆拢爱叠。安尼到家就到家，到家就到家，袂使讲安尼关机，手的弯度都这阵搞出拢规定好诶。嘿，阿妹啊，妹啊，毋是讲含你，甲你同齐演戏才演完呐，讲我来甲你考试。我是电视台诶，迄个赵龙拄着迄个国际演员，啊，我接落来啊，接落来了，有演员拄着我，足有名诶，即卖后来是足大牌诶演员哦，拄着我讲，诶，听说你要去演歌仔戏啊？我说我接啦，对我来讲是无啥，我就讲我是惊讲我做无好，做了无好尔。但是因二十几年前哦，伊当阵是国语较国语会较大，台语会较细。啊，干嘛讲你去做迄个下一个民族呢？国语的八点档的年代啦，较早八点档拢无台语的啦，所以讲你着国语演员，你若要去做台语演员，你若愈做愈低。降低啊，对不？伊讲。你若真正要去做吼，阮朋友的名字给你写了了，安尼吼，看不起你。朋友做袂落哦。哦。较严重。讲这种话哦。真严重哦。讲这种话。结果我接了后，我逐摆去化妆室化妆的时阵，吼，啊，就规排迄个国际演员吼，都坐踮咧化妆室，就是迄个桌顶，大家坐踮咧耍，啊，四五个坐踮遐，看到我入来哦，啊，赶紧讲我一个查甫嘛，其他查甫拢坐了外座位，坐我入来去，啊，脚骨遐喊嘞喊嘞。哎呦，哥仔是小生来咯，是安尼甲我敲呢。啊，结果是，我唔知要安怎应，结果是阿姨啊，第一跳出来。嗯，啊，哥仔是怎样？哎，恰查某，恰查某。哎，那我伫，我咪感觉咪会哦，我会觉得是安怎台语都爱较低，是安怎国语都爱较悬。到闽南语到十几集的时阵，突然华西的公关组来打电话讲，问讲，逐天来问讲，杨海明今仔有几场戏？大家要来看。即马观众开始打电话来问讲，我今仔有几场戏，啊，等你看我的戏啊。变成讲开始，台语本来无好，对吧？即马讲，迄台语的腔足古锥的，咩？啊，伊讲你的脚无手咯，一等你看我脚无手咯。啊，而且哦，那你的面哦拢未老哦，你假是要做小生，你永远搁装，你嘛还搁做咧几啊十年哦。但是你知影，新开始的时候我做第二档了哈，我妈都反对个。完全无法度接受，因为我妈妈拢伫美国拢看我诶录影带，是伊生活中上大诶。所以伊嘛真矛盾啦，听讲吼，伊上反对也是伊，但上尾啊吼，你会成功吼，你着看诶，
伊你的录音带藏足多，啊，拢拜托朋友讲摕去看，摕去看。即摆人也看，看无三工，搁要硬讨安尼，紧摕转啊，紧摕转啊。所以他以你的录影带那边在以你为荣诶，阿伯啊。是朋友较少。好，伊个唔甘咧，讲借，伊要借几工，两工啊，两工爱行哦。啊，两工时间到啊，就打电话讲，你两工到啊，你想哪样唔摕来行？伊是安尼咧，但是所以从反对到赞成呐、啊。反对是讲伊听无啊，啊，伊都未晓讲台语啊，啊，伊都你到尾看字幕嘛。常常做这出吼，我听无，我看无啊，伊也未习惯啊，所以讲伊来找叶姐。面对面讲啊，讲以后拜托你卖找伊啊，好不好？哦、是安尼。啊，叶姐要安怎个应付？叶姐，因两个讲过了，结果我一动我都无参加。叶姐拢惊个应付啊，卖插伊的。结果是我一动我都无参加。我听讲吼，你捌甲你妈妈讲笑吼，哎，你放录音带互伊看，你当安尼做的时阵嘛，啊，若卖开口卖听声，互伊又讲真正的倒一个是你安尼，你捌互伊。其实是我妈妈，伊啊，到尾啊已经病啊真严重啊。哦，是破病的时阵。破病，我已经伫美国破病真严重，哎、哦，逐天拢靠看我的录音带做伊个上重要的精神食粮。啊，我去到遐是，伊讲我妈妈拄好，伊个近视做深的近视，1000几度，一千几度，所以讲看物件拢完全拢看袂清楚，卖讲看字啊，看你讲准备遐这个距离。伊根本就看袂清楚，看唔到啥物人啊！啊，电视就伫遐，啊，伊都无挂目镜，我都甲声也禁掉。啊，互伊听到伊看我嘛，啊，拄只是我，伊就说，伊还是知影讲，就知影讲，第几个，拄只是我，伊拢知影拢袂点答。其实我，伊知影讲，迄是家己后生啦，就虽然六岁六年大汉嘞，你个安拢感觉嘛会出来讲，拄只是我的后生。啊，想伊奈。我就较未了解，即马足侪人移民去外国个吼，都伊遮少哩，啊，奈甘拢去带美国，无家己带做个，奈甘。嗯，是迄当阵是，我爸爸过身了后，阮哥哥姐姐拢伫国外嘛。哦，做甲传记友好啦。你接爱我去，伊爱我去遐读书。啊，嘛要叫你去啊！你干呐买啊？定做歌戏全点。我就讲我，你花两年时间，我做电视，好，我互我兴趣一下。啊，两年了，伊讲两年够啊，我讲再还两年好不好？我就是拖到第六年的时阵，伊就家己走来遮，要叫我去啊，叫我去算命。我就讲妈叫我去美国啊，我叫算命讲我是不是解毒？去算命讲，迄找命看无，伊讲我是感觉讲看安尼吼，你应该是未解毒，但是你会做一项你唔捌做过的代志。啊，就都是瓜戏。啊，这内面拢是阴灵，拢是查某。阴嘛，哦，查甫是阳，查某是阴啦。阴人啊，拢是查某，但是讲这个代志吼，会提悬你的知名度，但是唔知影是啥物代志，你家己嘛唔知，因为你唔捌做过。阿尾也都发生啊，吼，咱本土的艺术，都只靠大家来支持。今仔日讲一个阿牛啊，为何人咧甲你叫阿牛啊哩？哦，冰冰姐，伫我细汉的时阵吼，我是咧，爱哭，啊，佮爱爬关爬街，去北埔景，吼，啊人。阮老母就讲：好，你啊做爱哭啊，做工课像块牛嘞安尼。做母的你爱啦，做文的你不爱文，文的都爱看字。哎，那字你看伊面色，伊阁唔捌字啊，足气啊你。有。就是我有做爱学舞蹈的，对吧？啊，就拜六礼拜拢缀出来。啊，读甲三年无毕业。哦，小学有读甲三年哦，袂歹呀。因为古早真侪，包括咱真侪咱尊重的老大的吼，那较早即号做顶缘的吼，真侪其实拢无读册嘛，伊无法度嘛。但是哎，真牛呢，包括柯秀妮哦，柯秀妮嘛一字都无读哦，但即马逐字剧本啥个拢捌字，啊，即门像即个无读的是安怎捌字啊？啊，我无读的时阵，因为阮若去做外台戏吼，外台阮家己的亲戚啊，拢会甲我讲，会较照顾。啊，你若进去。河洛内底做吼，都爱看剧本啊。哦，迄个是啥物？哦，迄个是老中原了，老中原老团长，迄字捌足深，啊写拢写足深，啊去到遐恁落来足痛苦，嘿，足艰苦啊。因为咱阁歹势，你知？你咧偷哭有无？会哭拢一定会哭，剧本看无啊，啊阁歹势甲人问啊。哎，我甲伊拢做共同，我嘛歹势甲伊问啦。哦，迄阵恁两个白眉小生。歹势问啊！伊也问我，我绝对读二百，我加读伊较悬国侪。你读啊？你读个悬到偌济？小学毕业的呢？
哎呀，真的，这一个大学毕业的都莫讲啊，这个大学，所以杨怀民这个心肝小有一段真下摆的感觉，小学毕业无简单啦，无简单啊，所以你也歹势问啊。对啊，像弟妹嘛足熟的啊，啊咱嘛歹势问啊，啊足拄啊好，迄朱文泰主吼，拄啊有一个囡仔，才好七八岁尔，我阁会印象深，伊有做小青，我拢偷偷。你去问囡仔。我问囡仔，真的啊。小青有读册无啦？小青。啊，囡仔，囡仔七八岁，伊都读国小。七八岁才读一年的尔。对啊，就是我甲问一年的。哎，拢知啊，三年的问一年的。我伊拢知影，我真正拢看无啦。足厉害。我著家己偷问，伊拢甲我讲。系啊，真的啊。我一个。我有讲唔对，你怎知哦？那个画面会很好笑，比如我是小青呐哈，啊我唔着较细个，我伫遮，啊伊就咧教，伊咧教我问哦，我咧甲教哦。那这样看来，就是这个妈妈在教囡仔。哎，画面吼，太奇怪了。真的啊，就是安尼眼盲啦。所以小青就是你的贵人就对。嘿，阿姨若唔知影吼，伊会甲我讲，鸟姨我不知道呢。啊，不知道我嘛是只好去问大人啊。安尼哦。啊，我系做歹势啊。吼。啊，所以你不，若讲袂晓写字啦吼。佫袂晓讲国语个，嘿，国语嘛袂晓讲。较当袂晓讲吗？即马迄一半句啊，较简单的安尼啦。譬如讲啦吼，你即马用国语甲大家吼，自我介绍一下，来，再三号机，三号机，好，就讲较长的。好，一边去。大家好，电视机嘛，电视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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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前面啊。大家好，电视机。前面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张秀琴，秀琴歌剧团的团长，多多包涵。没拜，没拜，那这两年的两包干了几斤年哈？秀琴歌剧团的团长，秀琴歌剧团的团长，的团长，安尼我跟你客气的啦，你找一找我，我咧讲说。哎，有当时啊，有只有咧演迄落佛教戏才有嘛，对吧？不是，我来演钟馗啊，吼。钟馗嘛，哎，钟馗，我规工都拢食素食。安尼吼，安尼我教你吼，好，初一食素，初二食素，初三食素，初四食素，初五食素。你用国语讲到初五就好，好。一辈初一吃素，啊，你莫个我讲，我讲。初一啊吼，初一吃素。初二吃素，初三吃素，初四吃素，好来了。徐雅跟阿芬一直边啊在尴尬，可怜不老狗，你还讲紧呢，你还讲快办呢，来，你来做老狗，预备起。初一吃素，初二吃素，初三吃素，初四吃素，不管是这样，因为不但讲是咱在做歌戏的朋友，像我妈妈嘛是唔捌字啊，我妈妈唔捌字，不过吼，较早若要写批吼。比如讲来思念老公吼，伊写批不晓写，伊就甲寄迄落十号啊牌去，啊寄吼内底按迄落思秋机咧跑拢有啦，什么意思？啊因翁就知讲安尼欠分，啊阮妈妈是，伊个机咧跑的机吼，拨十号的拢看捌咯，啊那咧台北车头遐吼，甲迄字啥？嘿。另外，家己伊都唔知迄啥，伊都唔知啊。啊，然后吼，即马讲，迄日都机要跑的机啊，啊，对，啊，迄日嘞，啊，都台北的台啊，我啊北啊北嘛，啊，迄个啊都车站的站啊，啊讲哦，啊就哦，安尼台北机站，念个真好势，我唱起自己的歌啊。好来来，阿姨，这是，好来，自己都知嘛。哎，溜嘛。啊，高啊，溜树的溜啊，对。柳絮干皮啊，对，厉害！柳絮，对，柳絮啊，吼，对啊，这个纸嘛，嘿，这干咪纸，干皮，一爱讲一纸无唔对，嘿，按照国语名念，国语是啥？哎呦，你莫讲，你莫讲，人咧可以的，厉害的，哦，是杂，嘿，啊这个，嘿，国语国语拢袂错，我是用念的啦，哦，念的。这个我真的看无，无啥熟悉，嘿，真复杂的艺术，嘿，根本内底敢是面，面顶头是面，顶头是面，下骹搁发卡转安尼啦吼，叫做烦呐。
繁，很繁杂的繁哈，真繁呐、啊，繁啊，繁，这个是复，对，繁复，哦、没有错，繁复，啊，这里，这个人生活吼，真正迄落啊，啊，恁即马大家在创啥？恁敢会联手来对付我？我无恶意啊。啊！现在恁大家拢罢工啊嘞！啊，恁在唱，讲我家己做够唱啊，我家己唱倒啊，恁大家走好了，我落去哭啦！哦，落在一直哭，一直哭，落膝头，落坐在涂骹，像个囡仔在顶了对啊，就开始骂，你哒一直骂啊嘞！这个人生活吼，真正迄落来灿烂啦！多变，差不多讲个意思。灿烂是真在真赞的安尼，啊，这真糜烂，真诶，这台语讲迷乱啦，哟，真乱意思。真乱，但这是台语要讲啥？迷乱，迷乱，真迷乱吼，这迷乱，臭迷乱嘞吼。对。阮这死那暴跳，甲你创这个嘞，这困难的安尼吼。来，啊这个。我冇看过这个义工。这人的面嘛，这四角面的啊八字牌，搁一支嘴的。来嘞，杨怀明一定知道吧？我冇看。囧嘛。囧。啊，我感觉很囧啊，真歹势，真尴尬。做个叫做啊，台语边都讲很囧。你即马流行讲囧男孩有无？对，一部电影嘛。对啊，按台语要安怎念？囧就是讲足尴尬安尼。我问我先，囧的台语。台语边个讲？诶，干嘛对不？介绍囡仔嘛，介绍囡仔哟。但是讲，这意思讲，比如讲，我讲到你的迄条，你要拍摄台词对不？啊，我直接讲出来对不？啊，很囧，足尴尬，安尼足拍摄，有尴尬嘛，有拍摄。更不是更想，我另外来请教一下，所以阿姑啊吼，我是要甲这些学老公吼，这较早大家拢是艰苦囡仔，啊，再多爱出来多爱安尼，啊吼，人讲无啥事，啊生囝来做伊，啊，但这艰苦囡仔今仔大家拢这么好，哎，听讲哦，你的粉丝哦对你有够好哦，一摆八甲你打迄落130,000，嗯，就是迄时候，迄时我拄啊要创团的时阵，啊伊。因为辛苦拢无钱嘛，啊无钱，伊就摕一寡资本出来，啊，互咱先去请演员嘛，即演员拢爱借班底啊。啊，迄个人是查甫啊，查某。查某的啦。啊，那会真好。啊，伊就是爱看阮，爱看我做歌戏。啊，有嫁翁啊无？嗯，无嫁。啊，不过我听讲伊就是吼，足爱看你的，爱看，看到变爱。吼，安尼爱到甲你当作正查甫的款哦，我足够甲你管哦。你去和别人讲话，安尼嘛咪未使食醋。现在伊是拢较有小气，对啦。啊，即马这个人还佫伫个无？哎，无伫个。是离开你，还是讲人无伫世间？无伫世间啊。是想到食醋气一个。不是，不是，叫做色烟斗的款。我爱买了罗勒克斯，讲全阿变迄款的物件。这拢二十几单啊！哎呦，哎，拢二十几单，满天星的呢！哦，满天星，哎，这即马吼，这款表啊，现在愈来愈贵哦，因为已经无搁再生产啦，无咧出这，所以这有个限量的物件的啦。啊，水，真水！哦，哎，这迄阵一粒爱几啊张？我听伊讲，差不多六十几吧。好，二十几当钱，还足甘的呢。迄对家己翁嘛无遮好安尼。阿姨都拢会甲我装我足水。哎呦，阿姨阵你袂，你也袂甲我讲。不过这个人真的吼，相对独占心啦，独占欲太强。一摆讲摕20,000安尼，向我按头来甲你牵落。那你这无去之前。因为吼，按讲真，今仔伊虽然摕钱出来，我上班吼，啊，咱做到一个成就的时候，我的人。我不爱去欠人。哦，你有含义，我提出含义。你今仔是借我，和我做事业，我甲你算个清清楚楚。送的还送。嘿，啊，你给我的是你给我的，对。啊，那借的部分我甲你算清楚。对啦，啊有一届，敢那我甲累20,000嘛，那一个叫小妹爱钱，啊累了的时阵，他就不高兴，就甲我讨钱啦。啊，甲我讨钱，我嘛去撞啊。啊嘛，朋友借我，啊，咧银行领出来一纸新的两纸安尼啦。哦。我就要提醒伊，我嘛做生意要提醒伊。一提起来了，怎啊？
你话骗你，人的意思都唔是要爱你赢，对啦，要是我赢，哎呀，你袂了解人的气魄子。哎，我那我那化身变迄个人的感觉，在骗子脸，即马挖在我的身躯。我甲你讲哦，伊也是，比如讲你甲我借钱，我阁管你借你对吧哈？啊，即马我就知影你无钱，超工知影你无钱哈。哼，你就一定会来甲我估账，我即马等你起毛吧。哎，无来估账，真正去借来害我。啊，即毋知打一个查某有钱通给伊，吼，气死气死，愈生气。你真正袂来害我，人都唔是要爱安尼气死就甲你啃你。吼，迄个无歹意，迄个无歹意啦，我替伊讲话。应该是。无啦，咱嘛无甲生气啦。啊，但是那刹那一定吓一跳啊。啊，袂安怎？迄个时阵袂安怎？无，迄个时阵我出去啊，出去啊，出去了，我去台南做，我无爱去因兜看。你唔捌事啊？你讲，迄用钱共洗面人上的，不对，应该是吼，唔是用这个方法。那你都无地，我就跟你讲。像今咱人穿这衫，这束衫吼，就是做阿育王的时阵。还内啊，还内就是还内，甲西施啦。苏联阿育王，西施哦，西施那领衫嘛足水的。我会记西施苏衫嘛是安尼，会掀开哦。哦，安哦安，我会记过安尼哦，我跳个安尼水个。哎呦，我嘛拢会晓的。即我意思讲，就足水的衫，我嘛拢有人提出来做给你的。有啊，这是阮阿哥啊。恁阿哥，亲阿哥吗？不是，是阮我恁的妈咪的小姑吧？哦，我嘛叫阿哥。客老母的小姑，嘿，对。啊，是伊用手做，或者是提钱出来做？无啦，伊提钱，阿哥伊去甲伊讲，讲爱什么色，伊拢啊开做高尚色安尼。哇哦，哎，像安尼，总共讲提完了百外万出来做啥？还礼哦，敢那还礼，啊，甲西施的衫吼，差不多70，有70啊。啊，搁有诶，搁是啊，所有诶人诶。啊，所有诶人都无讲啊，吼。哎，阿哥住台北嘛？台北。阿哥，阿哥，我要来去参加一个重要诶，即个叫做暗会啦，爱礼红啦。我你拢有带人家什么干妈啦，阿哥一大堆啊。阿哥嘛，捌你。唔要哟，我来弄小米仔啦。合作下，像像叫阿魂呐，阿魂呐，阿魂也是足挺你的，我知。哎呀，阿无挺你哦。不是啊，阮是好朋友。哦，无挺朋友，干来挺客找我见呢。无同款啦，因为太久的啊。哦。我有当时也是讲，甲阿牛啊，若咧无爽快哦，难免拢会斗我听。哦。我嘛甲讲哦，讲阿魂啊，你少欠济啦，啊你着爱这个小生，你着好啊去甲伊巴，卖念啦。甲捧啦，嘿啦。啊，不过伊对伊足失重的。安尼哦，袂阿魂呐，你若寂寞歹的时，无你来找我。不搞啦！你我也要知影你提我钱了呢。啊，我来个哥村里啊，一定平常因为你寡贤水，啊，扮相好看，去了河洛歌仔戏哈。迄阵敢那讲什么？甲现场的来宾，佮发生误会啊。来宾不是来宾啦，同事。哦，同事。阮一批啦。我想哪有可能伊甲来宾发生？来宾佮你也无关系啊。啊，恁是安怎？阮一批啦。有可能哇。我迄阵啊，咱就是咧录音。无啦，唔是你啦，就是阮一批。阮一批新生代来宾嘛是有弟妹嘛。哦。啊，弟阿婆啊，伊啥物啥物啊。小天呐。啊，佮小天过来，就阮一批新生代。迄阵啊，阿芬你出去无做啦。哦。啊，阮就是录音室咧录音啦，啊，即摆录 OS 嘛吼，啊，录 OS 啊 ，OS 的意思就讲规定拢斗阵合唱嘿，斗哎，迄出你唔知有无？我唔知，有啦，有啦有啦，啊，就大家咧录安尼啦，啊，我无啦，啊，当中阮就有哪有对一个耳音啊，对我去，我出门拢有人对我去啦，啊，伊咧唱歌音阁会飘飘咧，啊，大家录 OS 吼，啊，开安怎录安怎袂好势，就是拢有一个怪音伫咧遐，啊，咱心肝内知影讲就是伊，啊，咱阁歹势甲讲，虽然是阮的耳音啊，啊，伊面会较济我，啊，向人面头前，咱阁。反正讲你卖录，伊阁唱足爱录的迄种型安尼啦。啊，我着唱歌是，但无你嘛爱有责任甲带来边啊教，教好袂飘啊。啊，唱啊调调有一个阿飘要教。迄种吼，毋是讲一时间教就会晓。啊，所以我迄阵哪有哪，就是讲，假设咱录 OS 免咱那济人吼。心肝免遐济人，我会想讲，安尼伊听着看，伊会家己讲啊，我倒开迄个，我倒无耐落啊，啊，我无以出句话来得失所有的人啦，都阮的这些同事无倒啊，安尼哦，安尼我免落啊，迄个着耳机绑在左边啊，迄个讲安尼我免落啊，耳机啊绑边啊，一个拢绑起来左边啊，从我一个，从我一个面对麦克风，啊，你即马大家在创啊？
恁敢会联手咧对付我？我无恶意啊！啊，先啊，恁大家拢罢工安尼，安尼带唱就讲我家己足够唱的，我家己唱倒啊，恁大家走好了，我落气哭啦！哦，我带一直哭，一直哭，落膝头落坐，带涂骹，像个囡仔带张了对啦，对，开始连骂，你一直骂安尼，啊，到迄个好乐的头家娘啊来，聪明，你是安怎？你是安？大家对我安怎安怎？啊，头家娘讲，哦，莫安尼，莫安尼先，啊，过去阵啊，阵稳当安尼，你有哪有较娇？娇啦，阮当时阮也有较娇，啊，遐个人绝对毋是去讲则安尼，早就讲好势。哇，我又搁要出来做咯，无输老大又搁安尼。人讲哦，伊人平常因为你外形水，啊，扮相好看，嗯，啊，就出来，比如讲你新进啊入来吼，头家就对你袂歹啊，啊，拢要互你做较重要个角色。即个有个人去摸到礼拜啊。本来都在赌气啊啦，而且搁看人哦，都抓无机会。即款本来就讲好，以后伊若安怎，我们就一起来对付他。迄阵大家就对安尼团呐，团讲是啥物？因为咱就知影咱六省吼，常常拢较拢安尼经济转较袂好势安尼吼。啊，有人常常讲啥物是你有时爱送钱去予导演呐吼，巴结啦，是这样。气甲开放讲，那个是谁啊？一直都做错。啊，我不知道人家买，你知道吗？在啊，那个人，我跟你讲哦，猪怎么死的？怎么死？你知道吗？你老公，什么猪？不喜欢那些，我不跟你讲，来啊。什么是你有时爱送钱去予导演呐、巴结啦，拢是这个意思。因为买手就拢做一线的男主角安尼啦，做小生啊。对啦，啊，就内面的同事啦，内面的同事啦。啊，当然咱也无亲耳听着嘛，毋知影到底是倒一个讲的，咱就耳边听人家风声。这个春美啊吼，会当起来做一线做头手的，迄拢行后门就对啊啦。嘿啦，讲我拢行后门啦，啥物哦？吼，我都搁掠讲啊，我都搁真生气啊咧，有影。啊，若嘛唔知要去走骂倒一个，遐我知影倒一个，我就走骂倒一个啊。我从未爱先做人公平正大，啥物咧包红包，啥物咧行后门，这套我袂晓啦。我的人，你看我咧，我一脸聪明相，啊一面的呆相。喂，啥物人较敖？伊较敖。为什么？就比较讲，你也像讲，伊该论的人也论。出社会，啊，有方看到的啊，伊就是彬彬有礼啊，彬彬姐你好，啥物啊，某某人啥物安尼好啊。我唔是一脸的呆相啊！我就着啊，你好哈，你好啊，我假，唔唔讲你假，这人的本性假嘛，不可能假作久啦，对不？我的人吼，我唱，我一过去开会啊，啊从老大啊，你坐什么车？巧妹啊，巧妹，啊，咱是坐啥来啦？高铁也袂晓讲，好爽。哎呦，慢好。叫三年，甲你唱高铁了，好了，你坐了台上甲马跳的咧，马跳的讲在够爽的咧，我做你那时我拢依赖呢，出来咧拍片的时阵，那我台北无人我拢对。然后恁两个看起来即卖咧感情真好，有一阵啊听讲嘛无好啊，讲人本来吼恁拢共演的嘛，尾啊讲你拢演一线的男主角啊吼，人原本是阿牛啊咧做的吼，尾啊变你咧做啊咧，迄阵啊两个无好，哎不。袂咧，阮两个袂无好呢，袂啦，无差啦，因为我家己做电视，我著足奇怪。尾啊，恁也离开好咯。尾啊，阮老爸就歹我去啊。哦。嘿，我去到遐嘛是拢国语也袂晓啦，啊都啊啊啊，唔捌字啦，啊唔会讲。无啦，冰冰姐，小朋友有讲话啦。无啦，冰冰姐，我伫车我捌听过啊，我讲听讲导播吼，伫顶头较早开放嘛，去甲开放讲。那个是谁啊？一直都做错啊！我唔知讲人咧骂伊，你知影？你好啥？那个人，我跟你讲哦，猪怎么死的？怎么死？你知道吗？你老公，什么猪？猪喜欢那什么？我顶够唔知啊！我就气啊！猪怎么死？因为中风诶，不能别一直 NG 一直 NG 的。所以伊足出名啊，大家拢知影讲阿牛是足特别人，真的足国语。我因为国语的世界甲伊歌戏完全无同款嘛，啊伊人是有影实在国语。实在好啦！啊，吴京嘛，知道猪怎么死的吗？我买是不知道，真正唔知。以前啊，用台死吗？笨死啦！笨死的啊！咱啊，就是笨死的啊！咱啊，唔知就是安尼就好。那安尼这款的，哪会当甲咱老哦，要去做神啊？
佮依然保持安尼纯真哦，这也甲拍破啦。恁这拢有戏收无？咱阿牛啊，迄戏收一摆拢互伊百几万服装，几十万安尼做，你有无？听讲我那有人互你一百万吼，是收金无？因为前我伫红楼演出，我做红楼演出做巧戏多美，我迄摆应该是在收金收上第一摆啦。迄暗拄啊，迄落一百十六万过六千。做以前嘛，收金嘛，大家拢。哎，我恁社务迄阵啊，有献花，有献钱啊。无，就是迄落，伊大家拢会计划啦。就是讲啊，咱永安都互伊场面安怎好看，吼。啊，唔是讲做啊中途现起来啥物货，迄早拢安排好啊啦。早就讲啊，伊要出偌济，要出偌济。啊，当中我都有两个朋友，就出较济，一个六七十万，啊，一个三十外万啊呢。啊，剩咧迄个两万、一万、吼、三万、五万嘿。啊，拄安尼夹起来，啊，拄啊两边边啊，拄啊夹起来，拄啊搭搭红砖，哎，搭伫义木遐，看你要用边。那用起来也是起一个迄落花啊，是啥物花？拄啊110万过六千，伊讲，唔过伊去讲究迄个数字哦，讲安尼较吉祥，六六大顺啊！拄啊离两年前安尼啦，安尼恁这别人名单爱甲我讲，我明年啦，要来做一个舞台剧，还是要来演唱会时，我两边条啊穿个清气来等。啊，所以你像安尼啊说吼，真侪人伊拢怨叹讲，伊若搁较悬一地啊无，伊就要做小生啊。对，做小生啊。啊，唔知讲恁，哎，唔知讲恁这角色真歹扮嘞。台顶吼，比如演动片吼，哎呀，吼，秋香啊，啊，种声啊沙飘落，落来下海关，个哦，安尼低歌吧，落个晒落安尼，哦，真是我的好娘子啊，啊，即马做煞了。老公，你这角色错乱都不会，还好啦，还关系啊啦，已经舞台剧。你无可能那边床顶跟恁安心哦，亲爱老公，车你困在我的旁边，无可能。啊，像讲，你的粉丝啦吼，看到恁翁会食醋也袂食醋，是不？哎，嘛是吼。有人讲过安怎呢？就讲哦，一讲哦，因为我经住伫咧五楼，我拢经常楼顶去经啦吼。啊，我外口阁有空中花园嘛，伊讲一讲哦，恁翁啊伫咧空中花园遐，我要为阿爸下落。哎，对，伊就是刚刚讲一个啊，给食做。啊，因的翁会食做，因的翁哦，曾经有一对翁仔某吼。因翁我毋捌见过伊个面啦，也毋过我是讲听我这个朋友讲哦，因翁安怎甲动哦，安怎不准伊来甲我往来吼，我是来听到也足艰苦。我这个朋友伊是来最爱甲我相处，毋过因翁动甲讲有我的这个翁就无这聪明啊，有这聪明啊就无我这个翁。惊伊真正去爱着你。啊，我想敢有这严重吗？啊，无你一工啊带我来甲恁翁见一下面会敢好？哦，我来解释互听。对，啊，换因翁爱着你。啊，因。是啦。好啦，咱来讲一下阿芬一个。啊，阮人别人的粉丝吼，拢送足济吼。你的粉丝有送啥？我以前因讲是，我国研一拄拄啊，就是因都拢有讲一个读国小三年，一个国小毕业的。毕业的。我是国内一拄啊，国内国中。我是国中。国中毕业。年面内三年内无啥会去哩。哦，肄业两年毕业安尼。是啊，因为当初吼，阮爸母给我就是拢去做伊，我伫厝内带小弟小妹。那所以当初阮就变作半工半读。哎，当初我差不多伫咧十四岁的时阵，甲伫咧十六岁吼，即个抗战我伫咧北投甲走遍来开始。所以你老爸是歌手，唔是做歌戏啊？我老爸做好伊西汉歌拢会。所以你拢唱歌，一唱都流行歌呀。我是应该是先唱流行歌，才唱歌。你阵流行歌你拢唱多一条？无啊，我妈妈教我唱迄个什么《怀春曲》。哦，安怎唱啦？马夏呀，又哭又哭，又牛马嘞你。啊哦你呀那一你沙沙呀一地，去那是可可那么怎么我忘记了啦？你古诶，你古诶，对对对。哎，你唱这流行歌阁未歹听。啊，就是以前囡仔吼，爸爸嘛是养这个西洋歌。我爸爸是做个下弦啊，较早做个作曲诶。有一条歌叫做《六角美人》吼。哒啦哩啦啦哒啦哒啦哒哩啦啦，这条歌。耳熟能详，是你爸爸做的？我爸爸做的啊，你爸爸作曲哦。是啊，你爸爸叫什么名字？孔辉，孔辉哦，孔孔孔的孔，阿辉的辉，孔辉啦，我唔捌听啦。好啦，我来唱，但是你阿母我就
捌听哦。我讲，恁老母叫做乌鸟魂啊嘛，乌鸟魂啊就是歌戏的嘛。是。有名的小生呢，对嘛。乌鸟魂的魂做特别。那迄当阵我着做，应该是唱歌，唱我第十六岁时阵吼，迄当阵拄啊烧台兄弟拢无咧夜唱，拢烧台。啊烧台，我着。你讲的毋是做歌，是正讲。这样讲，乌社会咧烧台，烧台，我唱歌人，唱歌人烧台啊！迄叫做电锅机的啦。哎呦，拢个，拢个业务是多，啊，有诶，搁倒倒迄落滴锅，就扫帚。无啦，他这样，见面拖起来，咱嘛先闭嘴。哎呦，对啊，咱做囡仔就惊嘛。啊，隔天讲，我就讲唔敢去唱歌。嗯。我妈妈迄当阵啊，想一个动机讲吼，啊，无来学歌戏。嗯。我就讲学歌戏哦，我若要做乖乖来自杀个赢。哦，你较早囡仔时代，你家己袂瘾，足歹命的啦。我感觉阮爸爸甲妈妈咧做这吼，咱目睭毕竟无看到爸母啊。诶，啊，所以我生活无想要甲伊做同款。阿哥吼，阿哥较早的歌戏，若是病卡戏也真艰苦。是。拢是我家己有看到，拢是搭一个病嘛吼。对啊对啊。啊病，啊迄个房啊一房一房吼。对，一块一块啊。啊，暗时啊吼，就是处处的伫遐咧困嘛吼。啊，迄落迄狗屎囡仔咧，啊烟肠食食，佫安尼。吐啥吐？吓啊，有啊。有啊，啊有时啊共拄到迄 LP 啊，嘛有啊，是啦，保安嘛有啊，吼，啊头前演戏遐吼，我看诶，拄啊小生，大家拢足水哦，啊演完吼，就规阵就安尼跍伫遐吼，就只食饭啊，套汤啊，食，啊食饱休休的吼，搁坐岗位好像安奈个坐，因为囡仔吼就规阵唔转去啦，就老母硬举车来拍才要转，看伊遐咧跋十号啊，遐就咧跋嘿，所以看迄个过程吼。我实在是看到遐安尼哦，啊，若无我就对人去啊。真的吼。我就想要演歌戏啊，主持人做爱演的，我若看到小生出来，哦，足水的。啊，看小生演演的，因囝咧后壁咧哭吼，等我演好，你甲我小等下，然后资料吼，然后我就来拎的，拎啊拎一瓶出来咧，试，然后紧的，紧的，换你啊，换你啊，然后迄囡仔搁嘴咧，卜一下甲摕个嘴，卜啊就，啊就一粒冻咧焦，啊拢无咧惊人看。站伫遮，较早做妈妈喂大啊，即个搁收了，对个。哎呀，秋香啊！我是捌听过讲，你伫咧饲奶对无？饲啊尾啊，这小蛋要落台了，要搁出台唱背书啊。啊，背书就爱倒板，嘛先开锅盖啊。啊，那后边来只了，我忙诶，忙诶，你啊，得得干杂嘛，较紧嘞。喵诶，喵诶，较紧来，紧来，看看你有做蛋无？肌肉，你再给我一遍。我该怎么办？我一定会很紧张，我一定会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到现在，我都觉得我在做梦。哎呦，我怕一睁开眼睛，这一切都是幻想，都是假的。我真的是穷鸟呀，真的是穷鸟。其实，阮乌鸟的脾气，大家拢知影。伊的个性就是，伊虽然是公益先生吼，不过伊免想讲要我做角色。内底大家那乌鸡心态哦，大家拢知影想要做角色嘛。用一姜按一钱，你知无？一个萝卜一个坑嘛，就想说哦，陈碧啊，一姜按一钱，对啦。都拄啊，我讲一姜按一钱。比如讲，我就讲感觉陈碧啊，这个小段，我足介意做这个角色，足希望讲我去闹赛，还是破病莫来安尼。我就当占伊的位安尼，伊无来，我才有当做。对啊对啊，一直安尼先想嘛。惨咪了，闹赛又来。是安尼先想，我袂安尼先做。啊，假设有一天呢，迄个阿姨就破病啦。啊，破病哦，我当然。刚刚来个期待嘛，当然有，来你保庇啊！你内心就是安尼，就讲啊，我要紧做角色安尼。我内底有，我已经有三个，一个头家娘的查某囝，一个是阿姨的查某囝，啊，一个是我嘛吼。啊，才三工年会，差不多年会顶个遐呢。啊，无唱要做迄集。内底有一个小生足出名，大家拢捌哩，小鸟。哦。小鸟，迄当阵是伫个，迄当阵差不多三十年前是最有名的小生。啊，当阵迄个小段的剧情就是讲，伊的前妻死去啊。啊！思念伊的某，啊！我就是做伊的表小妹，啊！就是暗恋，要来个暗恋表小妹，对对对，啊！小鸟就讲吼，阿辉，我感觉这三个来讲，恁查某囝吼较知，阿芬啊较知较会做，我感觉我试看卖啊咧，啊！我爸爸讲，阿姨是不要你做啊？不过人这爱求婚的，你写样也袂晓。我讲啊，无你甲我讲歌词，我样写啊。伊讲好，我写给你。可今麦去拍歌词，我阁会记。唱啥？唱啥？动妈调。我安怎唱？来。动妈调吼。表兄。喂。祝将表嫂伊来死啊！祝将伊来死，恁无死。我每日看你伫。
爬相思，拼命看到是无是也是，我想要嫁你，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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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，哎呦嫁你来做做伊，哎呦妹妹呢，马哥呀，这款的算较直接的啦，所以古早人讲话避暑也无影呢，拢直接讲套安尼，我要让你做细，对对，你要讲你真看袂起安尼啊。所以他们大同小异啊，主一阵没开戏了，就慢慢奠定我在外台戏哈。其实我外台戏做的很少年了，差不多五六年。慢慢了，再专来做电视。啊，你对咧问我讲粉丝的代志。嘿，阿奶拢无送你物件。其实哦，嘛是有啦。啊，我是安尼，是因为我较无咧做外台。那即款拢大同出来这方面的，以前咱嘛定度过。啊，我是感觉讲小生拄小生安尼吼，比如讲啊有对病啦，比如我即摆即病一只。啊！你一边一只，当时啊，迄个楼主足夭寿的吼，跳钢厝你两边无欢喜，烧家迄个家是饼去，啊饼当爱面子，饼了也无欢喜，啊，就有咧在大红纸，啊，那大台我听讲是安尼讲，有那金面子，即个大三十，即个大二十，啊，无影有钱啦，啊，话讲还阁摕倒转去啊，我都无啦，都唔免摕出来，甲大纸倒要摕出来，那我来去做，要大千三万呐，结果千三万在哪里？啊，那个保护费要来收。无来搭客，无啦，我感觉你搭这个搭机票就好啊，对吧？啊，我今日是哦，百二万，唔免的嘛，只免机票，机票不要无好看啊，对吧？刷卡摕来搭两张啊，那个实在啦，啊，你讲戏迷对我来讲，我可能是我有时候碰到一些戏迷，拢一挂安迪哦，像我新加坡对啊，拢说安迪啦，那伊来看戏时阵拢足热情。唔晓得你晓得，来阿姑，安迪是啥物事？啊，有听无？安迪咧。我知道安迪啊，你莫你莫讲嘿，哎，安迪是啥？安迪，安迪是啥？新加坡呀，新加坡呀，你来台湾新加坡呀？是啊，一句英语呀，啊，英语啦，英语对啦，对啦，是啦，叫人安迪，阿姨啦，讲阿姨啦，安安可嘞，安可是啥物？安可讲咪爸爸，不是啊，安可安可是阿杰啦，阿杰哦，我讲爸爸一定配妈妈，阿杰来配阿姨呀，啊，无人啊唱歌足好听，讲安可安可是啥？哎，那另外一个，哎，另外一个。再来一个，再来一个，嘿，刚刚讲咱食迄条嘛叫做桥，咱行路迄条嘛叫做桥，讲意思，嘿呐，阴讲字不讲，嘿咩，那阮阿姑啊人做好，一定爱讲我听，他袂叫用偏去啊，阿哥来讲，我是感觉讲这戏面，大家做得精哦。安迪对你安怎？安迪哦，我会惊到呢，惊到，因为吼当然是做得精的吼，啊有一寡拢较济戏吼，啊看到咱着，啊手拢搓咧搓咧吼，啊摕着红包啊。啊，哥啊，温小姐哦，哦，最爱看你个啊，什么什么意思意思安尼，讲话阁会错，差不多七八十个啊。我讲安弟弟，无啦，迄毋是迄毋是惊，七八十个差不多了。怕金身，本身本身都会错啊。对啦，伊讲伊哦，欠三个月的钱呢。哎呦，安尼要安怎？我袂甲提啦。甘啦，对。我觉得新加坡的观众是很热情，可是有一点我比较怕，就是讲伊大家拢总看。即马看春米啊，看了，春米啊走了，换阿牛来，伊开始讲春米啊。阿牛我走了，就我开始讲黄永仁啊。讲就讲人的歹话，伊。嘿啊，伊是讲，伊咧讲歹话就是讲，看你是敢那唔食真大牌无？哦。啊话就讲，啊你爱钱啊，啊这小青就讲要提人的钱尔，剩的拢无爱啊。就会批评人家。对，所以我就唔敢硬提，我较正面啊。哦。你这是人送你的物件，就对。对对对。送这是。这是批啦。戏袂配啦，安尼后生后生，啥是安尼先？明姐，你今日展示衣服吗？对咩？啊，你看我提这吼，这是要让你啊做鸳鸯做舒服的时阵。五大国师，五大国师，迄阵就是开始自大啦，是自大啦啊，所以你爱迄个弯什么弯金制柱，对，挖你的心的时阵。因为吼，伊当初我有参加一些我短期出家的典礼嘛，所以就有师傅甲我教过。伫台顶我有穿过啦，伊即有一步骤滴吼，比如讲直接掀起来，掀，伊即也是礼数，也是方法啦，较无你找无帐篷穿，即物件该海底，哎哦，方法，对，是个方法。然后呢，这个冰豆等来，啊完之后把这个勾勾勾在这边哈，叫细片滴，即细片要几，要有一步骤滴，一只片呢，捏一个镜头啊，它夹掉的，一只。第二片呢，同款，感觉要第二站，不是到底下替伊穿。无啊，这样练习吧。安尼哦，第三片就是做大师傅啊，拢到底下来穿。接三片了吼，手甲扭着，然后连咧人咧师傅穿这种就水开，拢安用一只安尼，好慢慢甲扭过来，慢慢啊绑，慢慢啊绑。哦。绑来这的时阵，这从尾仔也袂使绑别。是哩。然后赶紧甲扭咧，扭这，扭这甲扭来这。好，起来勾咧。
这个门车高嘞，咱内底想要穿一件衫的，对啊，把这个青尾扭嘞哈，顺撑出来，对，撑出来了，啊，你都感觉了啦，放开了对吧哈，这个高啊紧提嘞，高是啊，在这边对不对？哎，咱就该高嘞，这物件拄我硬条无放嘛哈，该安尼，安尼哈，先往内折折一个，有固定的一个顺，好，然后再往外。哦，过来，就该安尼是扭好势哈，就变作讲你轻微了。哦，哎呦，是安尼是啦。现在，阿弥陀佛。哎，这位真是你的福气哦。一般人无机会通来学真的安怎穿。啊，这啥？这是皮啦。伊袂使，我拄仔甲看，哎呦，佮不哩啊老嘛呢。大家拢看到你拢会惊的款，你知道？是吗？是爱皮吼，拢讲安尼。有啦，就刚才你在咧讲的安尼吼，讲吼，老师，我真的可以见到你吗？哎呀，我如果见到你的时候，我应该说什么？我该怎么办？我一定会很紧张，我一定会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到现在，我都觉得我在做梦。哎呀，我怕一睁开眼睛，这一切都是幻想，都是假的。我真的是琼瑶了，真的琼瑶，你这去写这款剧本啊？哦，不。哇，你看，好美好美的沙，好美好美的贝壳，重要的是安尼啦吼。那你大家拢较务实的吼。我今仔日吼真正真感谢吼，有这么多正港台湾大小生拢有遮，咱本土的艺术，而且靠大家来支持。啊，若有支持，无论即几个你要支持倒一个，拢欢喜，拢甲你拍包啊！感谢大家，谢谢。